这盆猕猴桃种下去差不多两个星期，这个长势非常的旺。大家看，这两个枝条长长了非常的多，所以这个时候它对营养的需求就比较大。我给它施一包这个促苗缓施长效肥，让它长得更快。想买这个肥的花友，可以微信搜一搜立夏园艺就可以找到。还是老方法，浅苗。这个猕猴桃它是爬藤的，所以现在我再给它弄一个爬藤架。因为现在的这个风比较大，我还是稍微给它绑一下。因为这个枝条比较嫩，所以我就用这个薄膜稍微绑一下，不要绑太紧。然后这里最好打一个八字，那么就不会伤到这个枝条。